二，共创成长学校与人资理念。三，增进学生之光勇气。四，培养学生主义。五，宣扬全党主义。六，预防中一中与大雄中地不是并吞。七，推动建构一中男女平等。同意。然后呢，我是在比较中期才加入的，对，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对它很有兴趣，所以才加进来。然后他们就是在想说不知道用什么名字，然后最后就选用就是比较结合在地特色，然后比较话题性的名字，对。有时候我们学生想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人的话，我们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就会随着时间流过去，然后它就会被忽视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变成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党的话，我们的议题就可以获得更多关注，然后就是有持续下去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人一起来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。那里啊，那个证件其实是在致敬之前雄中的选举公道，他们也是要弄那个地下道，所以我们就致敬一下啊。市长回应了啊，我们也是就是用一个就是欢乐的方法回应他。